麻辣螺蛳虾。这黄好像不是很多，哦，这头这线，我喜欢吃它的头，因为它是河里的还是海里的，我不太清楚啊。反正它就是淡水的，然后它的肾上就不像虾那么就有咸淡味儿，但是肉质紧实。一份9到12个左右啊。哎，这个有花。头上的黄，反正就是随机，有就有，没有我也不保。